本节目由宗申智能锂电车独家冠名播出。青春在时光里流逝，经典在岁月里沉淀。当久违的歌声再次唱起，熟悉的旋律唤起尘封的记忆。中国文艺系列节目《时光唱片》，和您一起聆听岁月中的歌声。年轻的朋友来相会，耿连凤。歌曲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由张梅童创作于1980年。这首抒情短诗原名叫做《光荣的80年代新一辈》，诗中散发出的青春气息和乐观奋进的情绪，引发了作曲家古建芬的创作激情。他以彝族地区的歌舞音乐为基础，写出明快流畅的旋律，活泼多变的节奏表达了80年代青年人的理想、抱负和信心，唱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年轻人的心声。地也新，春光更明媚，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。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，暖风轻轻吹，花儿香，鸟儿鸣，春光惹人醉，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。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美满的春光属于谁？属于我，属于你，属于我们二十一世纪新一辈。再过20年，我们来相会，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！天也新，地也新，春光更明媚，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。但愿到那时，我们再相会，举杯赞英雄，光荣属于谁？为祖国，为四化，流过多少汗？回首往事，心中可有愧？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，挺胸膛，笑扬眉，光荣属于21世纪的新一辈。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，挺胸膛，笑扬眉，光荣属于21世纪的新一辈。光荣属于21世纪的新一辈。光荣属于21世纪的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蒋大为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创作于1980年。词作者生动形象地表达了80年代战士对家乡的赞美之情，作曲者铁原被词中淳朴亲切的情感所打动，勾起了他对故乡的深情向往，对战士为了家乡驻守边疆的敬意。1984年，蒋大为带着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这首歌首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，之后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。
歌曲《我爱你塞北的雪》创作于1980年，由王德作词，刘惜金作曲。生长在北方的词曲作者对雪情有独钟，他们在这首歌里通过赞美雪的纯洁和献身精神，讴歌高尚的人格和生命的意义。音乐在丰富的民歌基础上，结合北方语言的音调，创作出流畅舒展的旋律。作品具有东北民歌的质朴风格，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。满天遍野，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，你的心里是那样的纯洁，你是春日的姐姐的妹哟，你是春天开出的世界，春天的世界。装扮荧光闪闪的世界，你把生命融进土壶里哟，滋润着繁星的麦苗，迎春的花叶。装扮银光闪闪的世界，你把生命融进土壶里哟，滋润着繁星的麦苗，迎春的花叶。金梭和银梭，金曼。由金凤浩谱曲的《金梭和银梭》是上世纪80年代初广泛传唱的一首劝勉人们珍惜时光的抒情歌曲。这首轻快活泼、极富流动感的歌曲，洋溢着改革开放后万物复苏的春天气息。在1981年，由年轻的歌唱演员金曼演唱而传唱开来，随后。上海的著名歌唱家朱逢博也将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里。1982年，姜昆、李文华以《金梭和银梭》这首歌为主线，创作了相声《时间与青春》。1983年，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将它编成舞蹈。
1984年，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《街上流行红裙子》也将这首歌曲收录其中。歌曲《金梭》和《银梭》在这些文艺作品的助推下，快速传遍了大江南北，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旋律之一。军港之夜，苏小明。军港之夜是一首反映水兵生活的抒情歌曲，创作于1980年。长期生活在海军的刘师照，采用南海渔歌特点的音调，创作出轻柔宁静的旋律。在这首歌的歌词中，创作者把安详的大海、甜美的梦以及水兵对生活的理想交织在一起，抒发了水兵热爱祖国、忠于职守的情怀。这首歌赢得了广大战士和群众的喜爱，成为了80年代的经典曲目。轻轻地摇，轻轻地摇，轻轻地摇，
你的眼神，蔡琴。歌曲《你的眼神》发行于1981年5月，由苏来作词作曲，蔡琴演唱。这首歌是苏来在参观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当时产生的感受，并结合自己对爱情的向往、对生活的向往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。2001年，蔡琴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出席春节联欢晚会演出，并演唱了这首《你的眼神》，由此打开内地市场，被全国观众所熟知。万里长城永不倒，成龙。万里长城永不倒是中国香港电视连续剧《大侠霍元甲》的主题歌，讲述了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从少年时期拜师，到最终成为受人敬仰的一代宗师的传奇人生故事。主题歌张弛有序，大气浑然，唱出了民族气质和爱国之情，深受广大华人的喜爱和欢迎。2019年11月，该歌曲荣获新时代国际电视节全国十佳电视剧金曲。Hey.
回首，姜育恒。1984年，歌手姜育恒以《再回首》一曲成名。这首歌由陈乐融作词，卢冠廷编曲。歌曲表达的是对往事的怀念，过去的已然过去，往事已不再复还。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姜育恒，在这首歌里更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长者，细细地倾诉着自己的故事。他用自己独特的忧郁气质和沧桑的姜氏唱腔，将这首歌演绎成了一代经典。车，我。